种金坛非常简单啊，就这样把这个树周围的土疏松好，然后把金坛苗撒在这个树下就行了啊，用苗一两分钟就可以完全入土。这个小东西啊，价值竟然这么高，家里有闲置的土地。哎呀，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，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。这么些年不习惯了安稳，没有了冲动，没有了就是这样种的啊，撒到上面就行了啊。这个蚕豆的话呢，他们自己的话，种植金蚕非常简单啊，咱们把这个培好的金蚕苗直接均匀的撒在这个树周围就可以了，幼苗一两分钟就可以完全入土。种金蚕很简单，只需要把树周围的土疏松好，把咱们培育好的小金蚕苗均匀的撒在树周围就可以了，小幼苗一两分钟就可以完全入土。就是这样种的啊，撒到上面就行了啊。这个蚕豆的话呢，他们自己的话呢就钻。